你这个小姑娘，奶奶，您腿脚不好，还是我下去吧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哎，你是刘氏集团的员工吗？完了完了，要迟到了。你就是新来的保洁是吧？你行吗？不好在这待着跑了添什么乱？我不是，老人家 cosplay 的双手赚钱，有什么错？你凭什么看不起人家？你就是今天来报道的实习生，上班第一天就迟到，还有心思管别人？一码归一码，我迟到是我的错。 但这位奶奶，既然你叫了他来入职，就不该对他有偏见。行，你深明大义是吧？他要是在公司出了点什么状况，你负全责。我负责就我负责。奶奶，您在这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就来找我，我的工位就在那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，你都帮了我两次了。没事儿，举手之劳嘛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组新来的实习生一男，大家对他可要多多关照啊。 把这份文件复印一下。哦，哎，帮我把文件核对一下。还有的外卖拿一下。哎，还有我的。得罪的主管有他好受。还没结束啊？奶奶还没走啊？我这还有点工作没完成。你这好像有点问题。是吗？您怎么知道？经理，这种人必须开除。 昨晚公司重要机密文件被泄露了，有人说是你做的。我没有啊。昨晚大家走的都很早，只有你一个人在加班。这种事除了你有机会，还有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不是我。哦，对了，办公室不是有监控吗？查一下就清楚了。经理，昨晚的数据都被删除了，你看他多聪明，知道删完数据再找我们查监控。你说不是你做的，那你有证据吗？我就是他的证据。 董事长，你怎么来分公司了？你是董事长？我要是不来，怎么知道你手底下人的风气呢？盗取公司机密，陷害压榨新来的实习生。昨晚我跟依兰一直都在一起，她做没做对不起公司的事，难道我会不知道吗？告诉你，这是监控备份，你自己看吧。竟然是你，猪猪，你被开除了，赶紧收拾东西滚蛋。